喺度了解到咧，導演咧係有咩嘢做，係好多嘢做原來。後期製作呢個我係比較著重嘅，因為我本身可能我識拍啊，又有影相啊，但係點樣將好多唔同嘅畫面好靚地串連埋一齊呢、這個，覺得係好大啟發咯。今次對於我拍之後拍攝咧，其實打穩咗一個基礎啦。咁清楚到每個崗位唔同位置要做啲咩啦，譬如收音啊、拍攝啊，同埋可能做編劇啊。可能都會比較少 shot 嘅，但今次其實拍到啲分鏡啦、shooting boss 啦，同埋自己都要親自去度一啲對白同埋畫公仔啦。最主要嘅就係前期嘅準備功夫要做得足，係啦。咁我學到嘅就係點樣去畫一個 story board 同埋一個 shooting board。喺日後無論親身工作，以至到指揮，以至到組織，都有好大嘅好處。